上把那狗熊要是换个别的英雄还行，就换点那种没有用的伤龙，就是既没伤害又没有用，就比如说那个剑姬啦、剑魔啦这种的，哎，又没伤害又没用，又不用，又没控，阿卡丽了这种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大树行啊，上来给我放俩人的。你也别补刀了啊！你不可能补得了刀。你那蓝够用吗，兄弟？你要这么一只撇儿的话，你还没有带水晶瓶儿，你蓝够用吗？这大树这波不太好杀，不上了。其实那系统的上一把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赢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，这都能打到我！那系统上一把就是不想让我们赢。你像一般正常来讲，我们上路爆一路，对吧？然后打野来打野死的情况下。你们家的打野怎么可能一点用没有？下路还是劣势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不想让你赢。你那都根本就不可能说是有这种人出现。你打到这个段位了，说明你的实力是跟这个段位是相同的。你们谁照谁也差不了多少，就是最多最多也就差点对线，最起码你俩的脑子是一样的。他这不属于技术上的缺陷，他这属于脑子不正常。挺幼啊，小老弟，等他 Q 完我们再 E 啊。打大树一定要记得，不要被他的 Q 给我们 E 给断了。这波兵 A 我 A 的有点多。吃个小药。你看，就像俺们家蓝枪刚才来，我把大树杀了，晃悠了一波，把阿木木引过来，不可能说是我们家蓝枪来，蓝枪就被阿木木给杀了，这就不可能。这玩意儿都是相互的。扣一下。我都不知道你要干啥去了，不上了，算了，还交闪。
谁的闪现呀、啊？哎，刚才蓝枪没闪现吗？不是蓝枪，刚才大树没闪现吗？刚才不是大树的闪吗？那谁闪了？刚才我看抽一声，好像有个闪现出来了。你看，有个兄弟说，四分钟一级的瞎子有可能。那你说那瞎子像人吗？那四分钟一级玩啥呢？弱智啊、哦！这这样式的那瞎子，那瞎子真是是白痴啊！是残疾加弱智，既不会打键盘，然后脑子又不好使，那他怎么可能打到白金呢？对不对？要不就说不可能的事儿吗？瞎子那把虽然他自己玩了吧，自己不咋地，虽然他赢了，但是那把他不应该赢。等一下啊，看看这大树到底打不打，不打就算了。引一下这个儿子，等个六秒五秒让他推，四三二，假装不打，其实不严，一波把他杀了。等他扣完我们再一。这猴现在确实不行，也就个 T3 级别的上单吧，我估计。伤害太低了。不行，正常打着大树，他一个八百，我们一个七百。如果这是以前啊，我杀的大树就很好杀，伤害太低。怎么的？太甜呐！哎，走呗。别，差不多行了，先给他破甲来。这要干什么？这是？他没有大呀，他没有大，他搁那干啥呢？现在 T 一有啥？大树石头人奥恩呢？又啊！我也不知道为啥非得这又就这么狠，就是不想让俺们上路能塞，就上路就得是让人打，就是工具人扛伤害的，就是也得挨揍。还有那打野也是的。那日炎一加强，那阿木木就狠，阿木木一狠，哎，就是不让你塞，就得让你说是打在排位之中，就得混。现在落手我觉得还行，又多了落手就会厉害点。不想让俺们上路就塞。抽一下，我耗半天半管血呢。我的分离者都出来了，人家扛着我的伤害啊。劣势的情况下，我打这么半天，打了半管血。这波不断他好，这波不断他给他下路，给他整没了。这波
别摁，别打他，摁 S， 再摁 S， 别急 ，W 开起来 ，AQE 平 A 再 A， 打来打去还是半管血，你看着没？你们发现没？还是半管打不动，打来打去还是半管血，打了一年，你们就玩吧，就混吧，你们。现在上路就大树奥恩加石头人三个人在上路混吧，得了吧，互混吧，谁又比谁狠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跟我打，不过开玩笑的吧。黑切这把得出。还有大虫子，嗯，大虫子。出完这个，出黑切。建模，建模就是也还行，建模好像也行。建模也不错。然后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死循环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上路都是右的情况下啊，就上路现在不是右厉害吗？上路右厉害的情况下呢，你要是玩右呢，你又上不了分儿。你要不玩右呢，别人玩右呢，你别人就有可能混，就很尴尬。你玩那些出右的英雄，你帮不了队友，就只能是靶子。人家玩个小艾克，你都碰不着他，人家起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呢。对面 AD 维恩起来了，你就只能当靶子。只能挨揍。这谁呀？这么狠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让我来个吸血。谁呀？进呢？这把无所谓，这把有蓝枪，我们家蓝枪会玩。那上把呢？没有一个会玩的，那队友四个，四个等于零。这把好打，没事。这把这小破 ADC 活不了，有一个会玩的队友就够用。那个狗头零杠十四，我跟你说，那狗头零杠十四，一百把能赢一把。那个狗头一百把就能赢一把，我都没说多。他也就那一把运气，你放心，你要是想混着上分，在王者以下是不可能的。
你要是想用混来上分的话，没有那么多把给你混，你的队友不会那么特别狠，不会狠到一个打四个，一个打三四个。能不能让我把这塔拆了？能不能？靠！快速回城。红 buff 没了，打个小龙吧。刚才阿木木叫没叫大？好像没叫。嗯，可以，没关系。那文音在干嘛？文音，那文音让辅助给单杀了。我的妈呀！你还飞？你打阿木木，他不给你点信号打阿木木了吗？让你。这边我不拿个五杀，真他妈的又！一换一其实不合适，没办法，不打他打不了别人。那 ADC 有个狂风之力可挺烦人的。我是个人才，为什么不打残血？我怎么打残血？我打谁？进跑了，我一直追他，阿卡丽大树后边一直打我。我倒也能动一下呀，我能动了我才能去杀他，我也动不了啊。刚才怎么动啊？有黑切刚也不行，有黑切刚没吸血，有黑切刚才也打不死。既来之则安之。谁到了？你说你怎么能问出这话来？那大树跟阿木全是空跟着我打，兄弟，我一直追阿卡丽，我不打他俩，我就得一直追，我一直追我就死了，我一个都杀不了。人家怎么是傻子，不会放技能是吧？把上路拆了吧，正好没了。为什么晕的时间这么短呢？水银鞋吗？小法师晕的时间好短啊。有没有晕？晕一手。哎呦，全是空啊！这你看俺们家潘森，人家维恩跟阿卡丽打的时候他不打，那波不知道因为啥他打下去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瞅人家，人家打完了，人家打下去了。操，真是人才，我操！
哎，这潘森老招笑了，这潘森呢、啊？这潘森确实是挺逗的，这该大不大，不该大瞎大。没事，这把有男枪没关系。小法师应该也还行。先别打啊，这不太适合打架，现在把线带过去。那大树连个大件都没有，打了个063，居然能打出这种局面，兄弟，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因为啥，没想到这波不打他，让他打我们，打吧，打吧，好劲打。这是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是又觉得你行了是吧，小伙子？你有伤害吗？你说你那点破装备吧，你现在破烂儿，一身破烂儿，你说你跑过来跟我打，拜拜了，推中了。这波不知道为什么队友莫名其妙打赢了，真是有点神奇啊，我确实是想不到。嗯，这不行了，这你要干啥呀你？大树呢？大树干啥来了？大树，嗯，我先撤一手，不打了，拜拜。我说停停，不打了，看看这波能不能打啊？瞅一眼，我们没蓝，好，试一试能不能把这 ADC 给杀了。看来不行。哎，其实应该早点回家，说实话。早点回家出来，我们龙魂呢？你是高德赖克？谁高德赖克了？看看这波啊，能打来？吃两口屎，我有闪，别怕。哎呦我操，这跑的这个快呀，我的天哪，哎呀我早点闪好了，这波有点贪了，一 AQ 了啊，没有大到他，哎他跑的好快哦，贪了个平 A。他393，你466，行，我追着他。龙魂了，完了，又龙魂了，我怎么感觉这把又赢不了了？难搞。还在这发，还在这开枪，你还在这架狙，红给维恩拿着吧，不能往后拖，往后拖赢不了了，又龙魂了，可以打，不可以打，
看了我的猴子，决定去玩把劲，玩吧。然后对面玩个猴子，两下把你秒了，玩去吧。你们家辅助是个傻子，我看你一个人玩劲能有什么用？就玩去吧。那你不得有队友吗？那人家的啊，那莫干辣就搁旁边，那你咋整？他控你，你说你怎么办？你俩干啥呢？啥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去干嘛去了，大哥？还蓝枪换你玩早赢了，蓝枪换你玩我们家早没了，还换你玩，你还在这打字儿？你可真是有意思。我这这长见识了，兄弟。这有个小树苗子，我先给他引了，别着急啊。哎，这莫干辣，我操了，这莫干辣呀，真烦人呐！这顿饱啊！来，几个人啊？这怎么回事？这阿木木兄弟，他怎么他无敌了？啊，他是无敌了还是怎么回事？他给我吸血来，这臭大树还嗨！还修钢拔护，你个不一件破装备还打我，能不能打大龙这波？真肉啊！人家家有辅助宝，你瞅俺们家那辅助，你说那辅助干啥呢？那辅助不行啊。嗯，这得来个什么装备呢？蟹手吧，你出破败你要想清楚一件事，如果对面前排过来干扰你啊，你碰不着别人该怎么办？我就得把这莫干辣给杀了，我就发现了这莫干辣怎么回事，这回回都是这莫干辣，给我杀！阿卡丽，我看这回你们怎么整了，我看这回你们怎么整，给我追来，给我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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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那跑，往那跑，给我追，你杀那个，我杀这大树。哎，算了，我杀大树，绞死棍，推中，推上，不杀这莫干辣没个玩儿，一顿控啊！哎呦我操，这烦死个人。按道理来讲，这把我们家的 ADC 虚虚环境应该会很好啊。溜溜溜，走呗。真肉啊！天哪，就像一个怪物啊！整个一怪物就粘着你，哎呦，就是一个蚊子，你知道吗？在旁边吸你的血。哎，我朝外蹲了，不好意思。哎。这波来蹲这个 ADC 属实是一件错误的决定。
让阿卡丽杀光了。对面来的人有点多，小法师迟到了，闪现 Q 啊，操了。这不是不屈之枪的事儿，是俺们家集合的太慢了，早点来就好了。怎么办呢？大龙没了，想一想啊，这该怎么办？咦，我刚才要出什么装备来着？我想出青雨来着，我先来个这个吧。先别打了，你别逼逼了，你有完没完了？你咋这么费多废话呢？你又菜废话又多，你别逼逼了，就属你最菜。打不过别去啊，打不过他们远古龙龙魂，我们没个打，别打了，快回来吧，拖一拖，这时候不拖出去就早死，那地方都没视野，小心点吧，小心点吧，兄弟们，拖一拖吧，对面兵线不好，他们推不进来，拖一拖，拖一拖一下吧，拖一拖啊，拖一拖，拖一拖。你看，一般像对面龙魂或大龙 buff， 别傻了吧唧的出去跟人打，啊，不要老出去跟人打。出去跟人打，这就是找死，因为肯定是打不过的。别急这波，先杀着阿木木，再杀着阿卡丽，再进自己扛着打进来。走位，你给我把这禁杀了，别死了，死了基地没了，死了基地没了啊！不对，这小子怎么跑人家里头去了呢？哎，你这波要是搁家咱不打赢了，不直接一波了吗？也行吧，那既然他飞出去了，那就飞出去吧，我都没瞅着他什么时候飞出去的呀，飞人家家里头去了，我天哪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也行吧，那确实是也行，对面啥也没捞着啊，大龙了。我想把这分离者卖了，换个和谐战斧吧，要不还能加点减息地。立功，一波，追也可以，其实可以追，没事，这阿卡丽应该没什么用，没办法一打五，我给你开个视野，可以中推一波。一波吧，上个厕所。哎，不用上厕所，推了得了。
演什么冤？他二三十秒活呢，他俩要拆不掉，我就给他俩举报了，对不对？他俩要拆不掉，我就把他俩给举报了，就完事了呗。结个账。